to shine. Yeah. 呼唤学友的出现 yeah. 呼唤华仔的出现 yeah. 呼唤郭富城出现不要再去了大家好、哦大家好啊对你对你爱爱爱不完幸好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因为我们换衣服阿信会讲感性的话我们换再久一点他就要讲性感的话想听吗你快点下去啦性感的话想听吗、哎好哎、麻烦那个萨克斯风各位宝贝这个夜晚是不是特别美好那么我先去换衣服了有五月天在敢话绝对讲好讲满五月七号他们在香港开唱除了唱歌 talking 当然少不了点歌环节你要点什么歌小朋友听黑暗骑士你听一下光明的歌开心的歌无忧无虑的歌不是很好吗像恋爱安琪那样子对呀、啊、真的想听黑暗骑士吗真的、哦、有人可以帮忙的吧黑暗骑士可以啊冠佑会唱这一首哦对因为冠佑号称林口林俊杰我跟你说真的我跟冠佑组团25年现在刚好是第25周年我真的在这个5月7号的舞台上看到冠佑的眼神透露出恐惧的感觉他现在眼神还有一点会发抖呢可以冠佑没问题的没问题的来有没有一种考验有没有一次淬炼拯救了时间就像一首电影情节有没有一种信念有没有一句誓言出现呼唤黎明的出现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年的重量级嘉宾你呼唤学友的出现在的出现呼唤郭富城出现不要再去了大家好、哦、大家好、哦、对你爱爱爱不完